今天呢，咱们来就 Insta 在9月8号即将要发布的全新的新品进行一个拉片分析。那么按照惯例啊，我们还是把这个预告片先看一遍。这次的预告片呢，那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订阅 Insta 360的那个官方的那个邮件的账号，那么它也同步也进行推送。因为我订阅了多国语言的账号，所以这里面呢，推送的形式还有些不同。那这个片子呢，和之前的这些新品的预告片都有所不同。这次片子它的时长非常长，这个时长来到了惊人的55秒。这个而且呢，就是在最后的最后啊，那么有一个总结，比如说中文呢叫“视野无界，想象无边”。视野无界的话呢，基本上就可以确定是一个全景相机了。而英文版本的片子呢，最后给的叫 “Magic in Action”， “Magic in Action”。那么这里呢也似有所指，那就是它意味着呢，这个是一个叫视野无边嘛，视野无边它是一个全景相机，而 Magic in Action 呢，它指的是运动相机。所以这个就让我们联想到了结合整个背后的那个形状，看到了吗？就是一个任意门的一个形状，特别像那个任意门的那个造型，它造型就非常像那个 1XR， 所以呢，这基本上可以确定是 1XR 的下一代产品了。那么所以这个拉片呢，按道理来说就没有太大必要去做了，因为这个片子给的信息已经非常的明显了。我们来仔细的过一遍啊，有几个细节我个人觉得呢非常的关键。那么当然它这个片大部分呢是一些比较酷炫的一些转场啊，包括一些高光的瞬间，但是在过程当中呢，有一些画面是能够给出我们一些提示的。那刚才出现了第一个任意门，你看到了吗？刚才出现了第一个任意门，这是第一个任意门。第一个任意门呢，就是这个形状，大家看到了吗？这个形状和 1XR 非常像。我们是逐帧的去看的，因为这个剪辑的过程非常的快，然后呢，剪辑的效果也确实是非常的炸裂。啊，这是第一道任意门。那后面整个的转场啊，就非常的酷炫了，而且这次剪辑的这个手法非常新颖。那么这个片子是信息量最丰富的，实际上这个人骑行的时候用的是咱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的那个骑行的套装，他伸出了一个杆，地上呢有他的影子。我们来逐帧的看一看这地上的影子，这个相机长什么样子。他应该不是 1RS 那种形态，也不太像是那个 1RS 一英寸的全景。我们来看看，你看，这两帧画面应该说比较清楚，他伸出来这么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呢看起来，你知道吗？看起来我个人觉得更像是 1XR 那种形状的相机，或者是它是 1RS 一英寸。但 1RS 一英寸的整个的拼接的质量应该还没有这个画面那么的好，因为这个画面相机应该非常薄，所以呢从这个形状上去看的话呢，我觉得应该是 1XR 的下一代产品。看到了吗？这是逐帧的去看的这个骑行的画面，当然这个骑行的视角怎么拍的，咱们现在应该都很清楚了，就没必要再去抠这个细节了。好，那接下来你看它这个一个瞬间接到另外一个人，就是隐形自拍杆的效果了。这里实际上地面也有一个影子，只不过那影子上看不到画，你看不到那个相机。好，那么这是画面当中呢第二次出现了这个任意门，这个任意门的形状。所以你看这个形状特别像 1XR。然后这几个镜头是我个人觉得剪辑比较帅的，他把这个腾空的画面和降落伞巧妙的结合起来，看到了吗？所以这个剪辑还是真的是令人眼前一亮的，很多剪辑手法在以前真的是见都没见过的。然后这个视角就是标准的这个车拍视角了，
这都标准车牌视角。然后这个画面有些特殊，就是它是一个暗光的视角，暗光画面。从这个角度上去看到暗光画质也还是不错的，但是它并没有好到这个双一英寸，因为你看到高光和暗部的这个细节啊，它的这个暗光表现应该说中规中矩，就是没有一英寸那么的好，但是呢，我感觉比 One X 二那个又要强那么一点点。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标准的车拍的画面了，你看那个自拍杆的晃动还依稀可见。那么这是再一次出现这个任意门。那么这几段画面的这个瞬间就比较帅了，它这个空中的这个节奏感非常强，而且是天地倒转的一个，你看这是入水一瞬间，但是反向去剪辑，就给人一种天地倒转的这种错位的时空的感觉。那这是再次出现的任意门。那么这张画面如果我们去逐帧的去看的话呢，也是能够看到那个相机的影子的，看到了吗？大家看到这一帧了吗？就哎，这个也很清，你看大家看到这一帧了吗？这帧画面呢，这个相机的形状应该说就完全被显现出来了，它完全不像是 1RS 双英寸，它就是像是 1X2 那个形状，这个阴影应该很清楚了，是吧？就这么转瞬即逝的几帧画面，就像上次我们来拉片分析莱卡那个 logo 一样，是能够看到一些蛛丝马迹的。这里画面再次出现这个任意门，那么这次再次出现了一个任意门，只不过这次任意门的颜色呢是这个紫色的。那所以它来到这个滑雪的画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炎热和一个非常寒冷的这个地方。那这就是最终的那个叫 Magic in Action， 那中文的那个就叫这个一样的啊，我们来看看。那中文就叫做视野无界，想象无边。所以从综合看这个中英两个 slogan 去看的话，就视野无界 Magic in Action， 它应该是一个主打全景并且有很强的运动相机属性的，我个人它应该就是 1X2 的一个继任者了。那么究竟是怎么样，咱们可以拭目以待9月8号晚上的那个新品。而这次的话呢，影石在选择发布新品的时候呢，还和以往不太一样，这次要发一个新品的发布会，它还不是简单的就发一个片子，所以呢，这次呢，应该说这个新品在整个2022年的这个定位应该说是很关键的，所以呢，它是花这么一个心思。其实也到了9、10月份，现在各大厂商扎堆去发布电子产品的一个黄金时段了，所以呢，大家可以理解。我个人觉得也非常期待9月8号晚上9点的那个全球的这个首发。那么这就是咱们今天拉片的内容。可能没有不像之前那么多信息量，但是从这蛛丝马迹上去看的话，我个人觉得应该就是 1X2 的下一代。